预备开始。好，开始讲。预备是第一。不是讲故事。从前。要看我。他去外国的，可是他没有太太。他没有太太哦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说：“我是彩虹妈妈，你要不要进来跟我玩？”嗯。他又没有鞋子。然后呢？他，我俩看。他怎样？你讲完我再给你看。他家有一个小朋友，他去买菜，可是他没有姨婆，他没有太太看医生，然后太太就说：“我是小红帽娃，你要不要进来？”大野狼就说：“我是小红帽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亚兰大说：“我是小红帽娃，你要不要进来？”外国就说：“从前有一个太太，她去买菜，可是她没有太太，因为她哭了。”然后大亚兰就说：“我是小红帽。”你啊，你想，